总统跟立委选举将近哦，为着迎着这清气公平选风，中华县政府公家地检署、律师公会等团体配合，按十二月初三开始展开全县各中小学校园环贿选的宣导讲座，希望将这个法民主法治观念加反贿选行动落实到每一个家庭。因应明年初的总统、立委大选，县政府继续加强反贿选的宣导。十二月初三开始，也将甲地检署、律师公会等团体配合，行进校园举行100场的反贿选宣导讲座，深具民主法治的观念。县长强调，抓贿选行动是视同抓枪击要犯同款重视。阮抓贿选啊，视同要抓枪击要犯。这种啊情形吼，要来杜绝这个反贿选。那啊，除了讲，阮伫每一个分局办12场的这个座谈讲习以外，今仔日啊，我嘛结合律师公会所有律师来伫学校办100场的这个民主小尖兵向下扎根的这个工课，让因知影讲这个贿选选举买票啊，对咱国家政治的这个伤害。啊，所以回去的时阵，会甲因爸爸妈妈来甲因讲，哦，这次选举啊，咱记住买票。检察官甲官府共一阵线，希望透过学生将反贿选的观念甲行动落实到每一个家庭。民主政治选一个适当的人，唔是选吼、哦、有钱，也是讲用暴力要来影响选举的人，所以这是咱上界重要。电话号码吼。哦有一支专线的检举电话，就是0800-024-099，啊，打通了有专人来服务吼，你日时都专人来服务。百场的校园反贿选宣导讲座，将深入县立高中甲各国中小学的校园，带动全民共同反贿选的行动力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中华采访报道。